雷讯。小董，白素月暂时只欺下媚上，见月朝纲，万岁爷变天，只留下荣王殿下一位子嗣，你偏行，别以为掌握了殿下，你赵鼎嗣就可以只手遮天，为所欲为。那依周阁老之见，该如何是好？你即可交出披红大权，我等即刻请奏太后，领命顾命大臣辅佐幼主。万岁爷将将归天，阁老就忍不住摄政揽权，真是天大的忠心。也对，阁老一向忧心国事，上个月十五阁老府上作寿，正巧宴请了今年主持春闱的六位考官，你命歌姬借献酒的机会给他们塞了入地的举子名录。小董，我周成德来堂堂大学士，你赵鼎嗣将将爪牙安排到我的府中，见阉人有什么资格？大人，我乃万岁爷钦定的昭定司掌印，对内执掌内廷，对外监察百官，行的是皇权特许，掌的是御笔诸侯。我就是万岁爷的眼，万岁爷的手。你说我够不够资格？来人，大学士周承德，受贿舞弊，以权谋私。即刻打入诏狱，严厉乱臣，国家无辜。